头的不见歌，因为这首歌我不要时常唱，我觉得在好的日子才唱的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做什么东西都是要成功，一定会成功。来，一起来欣赏这个日子。非常感谢我们非常资深的老师飞大地老师，以及我们的一峰舞台灯光音响老师，谢谢。